The floor is lava. 我就把一手交给你，赔两下。那天半夜直接走到小米家，不是，不是要找人吗？别跑了，那天半夜。不着急，对面 AD 肯定是没得活。他屌得很，你只要不想死是死不屌的。我们这把的话，红水晶出个铁板鞋，对面都打不动我，更别说打死我了，打都打不动。全军出击，是吧？刀妹这个英雄的话，就是说你可能说你玩刀妹打团打不过，那很正常。刀妹这个英雄就是这样，打团打得好的话，就是你发挥的好；打团打得不好的话也正常。亚索的话属于是什么呢？全方位吧。他其实打团的话，虽然说靠队友啊，但是你出漏就不靠队友了。其实亚索就这样的，你只要出漏就不吃队友，不吃队友，啊，就是自己爽。你看，我只要出漏，我就跟你 A。哎，你不出漏，我出漏，我不跟你讲武德不武德的，我只知道对面漏亚索打我的时候，我痛苦面积写在脸上。你看刀妹开始痛苦了。屏障，哎，不交，不交的话，我们就不用交点火了，因为我们刚刚的话，如果他交屏障的话，我们上点火，他回那个屏障结束的话，我们点火还在手上，看到没？需要操作吗？不需要操作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不灭亚索。你跟我比操作，我跟你说容错；你跟我说容错，我跟你说什么叫容错里面的战斗机。啊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跟你打没有道理。我不跟你讲道理，我只跟你讲漏不漏。这刀妹都没见过这么漏的亚索，我跟你说。这刀妹会不会玩？我跟你说，她会不会玩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再会玩，你只要出漏，你玩亚索，跟她比容错就行了，她打不动你的。但是你不能出新之钢哦，兄弟们，那前面出个铁板鞋已经够漏了，出个新之钢那你就有问题了，你出个新之钢那就是纯挨打的，对不对？知道吧？你出别的的话，挨打的时候还下手。你看我越打血越多，听说你刀妹很会吸血，我想笑。啊、来 Q 过来 ，Q 过来要你的命。他有屏障，但是没关系，先不要着急上点火，晚点上 A 一下上点火，屏障无效。屏障结束的时候点火还在身上，所以说他捏屏障捏得死，我点火也捏得死呀。啊，你不教我会教吗？没那么呆，兄弟们，这波的话不用急。不过我没有多少血啊，走吧走吧，我没多少血。发信号，终于他没技能，回家买个装备，装备做一下，装备做出来的话他玩不了了，直接带出个魔抗，魔抗再做一下，护甲魔抗都有了，剑魔看到都流泪。我跟你说，直播间有没有玩打野的兄弟们？有玩打野的兄弟们扣个一。你玩个盲僧，你玩个男刀，你会抓第一剑出铁板鞋加不灭的亚索吗？啊，你抓什么？你四级，他五级，完了之后他出个铁板鞋，你看到的时候眼泪都流下来了。真的不是你，不是玩打野不想抓亚索，是因为真的太恶心了，真的好漏啊，就根本打不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男刀带个，你带个仙宫也好，带个什么也好，打不动。问题不是说抓不抓，问题是打不动。硬抓，硬抓的话就很难受啊，你硬抓野怪也刷不了啊。他在干嘛？你在搞什么飞机啊，兄弟？开个大招消耗我一波，我笑死。来给你们看什么叫容错，我 A 你两下你不行了，你 A 我一万下。来给你展示一下容错，兄弟们。 A 听说你平 A 伤害很高，飞起来直接落地塔外雷霆败斩，再一个 EQ 直接带走。嗯，没带走，没怪带走没关系。我操，闪现浪费了，这波防御塔打到我了，可惜啊。这把的话我们很劣势，但没关系，劣势归劣势，这波闪现没，这波刀妹也出铁板鞋了啊。好好好，我就说他怎么这么弱，他也出铁板鞋了，他老小子的，他也出了。你看好了兄弟们，这种不讲武德的啊，恶人先告状，他玩个刀妹出铁板鞋。不过没关系，对面刀妹秀，不是对面刀妹秀，是我们刀没伤害，我发他失血，我们砍三刀，他铁板鞋了，他也给我们展现龙错了。知道吧，他也给我们展现龙错了。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激情的什么呢，激情的肉搏，就是你也不需要操作，他也不需要操作，就是 AAA 激情肉搏，上个点火，我有点火，我给你肉搏，来肉搏，现在就激情肉搏，吹起来，先不着急接大招。这不他放 QE 的时候，我们 QE 拉过来，我操，他好像只会平 A， 他好猛。套
只平 A 是吧？他如果追过来只平 A， 确实玩的不错。他这波的话，如果放 QE 的话，可能会被我秀。他只平 A 的话，我是肯定跑不掉的。他有红 buff， 有加速，有红 buff 有加速的话，我们走不掉的话也无所谓了，买个装备，买个这个。不过这把的话，我们亚索打剑魔会难受。其实亚索的话，不怕对面什么呢？不怕对面是螳螂，不怕对面是蓝刀，不怕对面盲僧的话，还是有一点点怕的。像剑魔的话属于是比较怕的，你知道吗？剑魔为什么说要比较怕？因为你不管是出暴击流亚索也好，你出纯输出亚索也好，出肉亚索也好，不是打不动他，是他吸血吸太多了，知道吧？就是有点怕剑魔，别的打野英雄都还好，剑魔的话正好你他吸血吸太多了，你打再多血的话一下就吸上来了，他的血都不是他的，都是我的。这波不着急，展现龙错，我们家双人路崩了，上路崩了，打野的话还行，他来帮我了。哎，我线了，这炮台的话做的不是很智能啊，有线先吃线，主要是吃线的话，如果说打野不掉，如果吃线的话打野不扣钱就算了，这打野扣钱就很难受了，吃线的话打野不扣钱就没支持了。这波不要防E，打交闪。 OK， 我这波双杀了，对面只要追我休想 A 一下， A 两下，一颗击飞一个，雷霆霸雨斩，先不要着急上截火，落地先平 A。 我操，这刀美林，哎，不要不要慌，高手是不会慌的，知道吗？这波把线收了，收完线回家买个装备，装备做出来的话对面没法玩了。怎么带不灭，展示龙错，买个这个，买个这个之后再来个重伤，晚点出，晚点出的话先买双鞋，再买个红水晶，完美。啊，直接起飞，兄弟们啊，直接起飞，真正的高手是不会慌的，你们能感觉到吗？我很慌吗？我一点都不慌。这波把线收了啊，把野刷了，把野刷了的话这刀妹能放出双E，主要刀妹死之前他那个E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刀妹死之前把那个E放出来了，导致我那个了，导致我难受了。这波不知道剑魔在不在，我们不打。我们现在的话打这个剑魔加刀妹的话，我们打不死，只能说皮一下很开心。哎，算了，杀两个吧。雷霆败战，这波 AQ 先杀一个，一躲下剑魔的第三盾，然后再回头 A 他 A 他 AQ A 没关系。我操，他这一刀捅到我腰子了，我套了。一刀直接捅上我的腰子，剑魔没血没闪，一丝血没闪没大，别慌，我也是蟑螂慌的一批，看到剑魔如同看到了天敌。没血没大没闪那么慌，来个这个啊，无语了，都跑了又回来了，这波肯定要操作的，知道吧？就是你玩游戏的话，你肯定是你玩亚索，你都玩亚索了，你不操作谁操作呀？啊，你都玩亚索了，这波直接刷，不用让给他。就是你打野的话玩的不是很厉害的话，你没必要让给他，就没有必要让经济给他，因为你让给他的话，他也不会特别特别特别 C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不如自己出点肉给队友多扛一会儿。你像我们玩亚索玩家呀，其实很善良，很多时候吃钱不是为了自己爽，吃钱是为了队友爽。你看我出个铁板鞋是为了谁？是为了我自己吗？啊，是为了团队，我在前面给兄弟们扛啊。你看我出个智慧摸人，我是为了自己吗？是为了打野，我能有线权让他们玩得爽。来吹起来，没吹到的话直接走，吹到的话两个就能打，没吹到两个打不了。来打一波，来打一波，我可以开，这波先不着急，对面 AD 肯定是没得活了。 AQ 风娘的话挡下刀妹大招， AQ 雷霆败斩给队友浪一个。 OK， 这波不着急啊。对面的 AD 的话他这样活不成的，我们收线就好了，收完线的话不用管剑魔，我们直接走，发个信号，剑魔来了，注意危险，剑魔去了，兄弟们剑魔去了，小心一点，保护好自己菊花，不保护好自己兄弟，我不行了，我走了。OK， 回家买个装备，装备做一下。这把的话买个重伤，又要买重伤，要买暴击，这我很难办了。这个好贵啊，看着都贵。来个这个吧，来个这个，我们这么买吧，这么买的话会稍微便宜点，太贵了。他主要那个重伤和那个暴击加在一块的话，3300块，我都可以买个训练了。
但我没重伤的话，打剑魔是硬伤。我这把带点火的话，就是看对面有剑魔有刀妹，有剑魔有刀妹吸血太多了。这波的话我们可以浪，但是会死。A Q A K D 棒 E Q 击飞 A 两下，雷霆败斩，落地平 A 先 A， 他有闪，我套了，攻墙 A Q， 这波不着急，我套你猴子来啊！跑得比谁都快，三个，三个打一个，先退下，打他得拉扯一下，先不着急，他 Q 的，这波他放 Q 了，我操，没 Q 出来，被拉克斯压住了，拉克斯给我压住了，没事，龙是我们，可惜了，被压住起身了。来个这个，对面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对面剑魔我没杀掉，可惜没杀掉他。他下波应该是有闪，上我刚刚杀他，他没交闪，下波应该有闪。主要是铁男的话有个点火，铁男有个点火我们吸不上来，铁男也蛮肥的。我们这把很难打，有个铁男，有个铁男打团可以把我钻进去，关小黑屋。这女警的话也是挺变态的，中路线不吃，跑去下路收线。没事。合理，露露吃一路，他吃一路，露露身上生物之盾还在呢，看一下，看看他要不要打掉，不打的话也行。这把的话，我们得赶紧把输出买出来。三个打一个，他们四个打一个啊，他们三个打一个打不过，还要给我关个小黑屋，我掏了，三个打一个全跑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刀妹跑的，剑魔跑的是最快的，第二个跑得快的是刀妹，刀妹跑了之后，那拉克斯在旁边 OB 了一下，试图过来打我，拉克斯还挺肥的，拉克斯五个头，五杠二杠五，8000块钱，不过我待会开他很好杀他，这不我们先刷线，队友都不打团的话，我们先刷线，把线刷一下。打这个铁男，我能把他吊起来抽。喜欢关我 ，A 两下，雷霆败炸，落地平 AQ。喜欢关我，关不关？你把我钻进去，你要跑哦。你把我关进去，你是不要命了吗？你关我。铁男单挑竞技场是吧？本来他不关我，他能跑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波卡玛过来送人头了。好好好，三杠三的 AD 感觉像炮车，感觉吃了一个炮车。炮车的话没交技能，炮车的话9300块。我跟这个铁男打了半天，跟这个铁男打半天的话，是因为铁男漏。这炮车的话过来抽热闹一下就死了，很脆的。炮车打起来很脆的，你像铁男可能会漏一点。人子妈，没事没事，人子妈也好，扇子妈也好，不重要。打他的话很快就行了，这不回家买银血或者无尽都行，银血无尽做出来之后的话，我们再来一件什么呢？再来一件双生花也可以，再来一件血手也可以，都可以。算了，这不我不能刷，刷蓝的话有点伤，打野。我们每组的话，我们每波刷一组就好了，刷太多的话打有点伤。我也不贪杯，兄弟们，就一组，刷多了要被骂。刷一组没什么能说你的，因为你这么 C， 你刷两组的话队友都不会说你差钱，但不差钱的话就刷一组吧，把线收了。收完线的话我们要过去打架，队友的话打不过的，这么快，这波都死完了，没事，都死完了，好的，都死完了我们才再出闪就有意思了。哎，别跑呀，不是不是要找人吗？别跑啊！雷霆败战，跑什么，宝贝儿？这波不着急，对面还有一个铁男，铁男要出来了。铁男出来的话没关系，不用给他面子，直接干他。我们这个血量稍微有点危险，去把上路塔拆了。他来上路的话，我们螳螂就可以推下，然后这样的话他就能守一路，然后我还能把他宰了，你们信不信？这波吃个果子。哎，他不，他你在干嘛，兄弟？别逛街啊，别犹豫啊！这波的话，我包给你打的，兄弟，你都不用，我包给你打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来两下，雷霆败斩，放心，我不会跑的，我包给你打的。他还以为我会跑，你们知道吗？拉克斯开不开？打不开，那我走了。搞得我那么慌干嘛？回家了，买个装备，买个熏刃吧。这把的话有个拉克斯，拉克斯还挺肥的，熏刃做一下。熏刃买出来之后来个双生花也行，
来个双生花美食者，我伤害也很高的，我暴击，很高，暴击百分百啊！血刃的话做出来风墙快，又肉又能接大，给队友打控制，又有风墙恶心对面 AD， 然后输出又高，打对面前排，完美啊，兄弟们，这才是亚索真正的魅力啊！这波的话假装没视野，我操，被减速了，呆了，浪费一个推放，这波直接跟他站撸就好了，我不会怂了，雷霆败战。不要跑，哇操，四个打一个，还要关我小黑屋，我套你猴子，来谁怂谁孙子，我套了他猴子，四个打一个还要关我小黑屋，吃果子吃不掉，嘿嘿嘿，怎么露露反应慢了一拍，不过没关系啊，这就叫容错。我有百爆吗？有呀，我百分百暴击啊，我攻击力也挺高的，回家了，买个装备锁血，直接当场锁住对面，当场裂开，当场脑溢血出来，对面根本没办法呀，我吃个红，别打个红，把红打了，打完红的话直接过去打架，我吃打野红打野不会说我的，因为打野神装了，打野神装了的话我们这个红要给0-5 1-6吃吗？没必要啊，知道吧，就是这个红的话我们直接吃就好了，没什么人说你，推地棒一 Q 交盾没用，雷两下，雷霆半一转直接躲到妹，然后一过来 AQ 打剑魔，然后再一 Q，先不着急，先吹刀妹，打刀妹，一过来躲下皮双刃，然后一走，然后吹起来剑魔，来这边打剑魔 AQ， 然后不着急，先退一下。哇操！男人一v一，扛塔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我操！一丝，他老小子的，搞这套，这防御塔打我好痛啊！防御塔，打我两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喊我老公，我女粉多吗？文官？嗯。啊。我女粉很多吗？扛了两下，兄弟们，这波不扛两下杀完了。老扛塔有防御塔呀，没办法，这波的话对面人太多了，他们人多打人少欺负我，人多打人少，高科技打冷兵器欺负人。我这波把训练化无尽全杀了，我出训练的话是怕拉个丝，但这个拉个丝的话，我待会给他秒了就好了，买了这个吧，买无尽吧，把无尽买出来。他们现在拿我没办法，全是喊我老公公，什么老公公啊，什么西城老公公啊，我套你猴子的啊，还搁着西城老公公呢，玩了两把亚索的话还是玩得很爽的，我现在血量你们看3300滴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带了过度生长，过度生长的话415，过度生长415，再加上不灭之物262，对，然后你看我的血量3300，双抗的话两个都是300，两个双抗都是300，然后暴击百分百，无尽有，你知道有多恐怖吗 ？OK， 这波我在天上飞起来，没把拉克斯打死。来给大家发一个，福袋啊，然后这边的话。大家没参与的兄弟们可以参与啊，只要点一个免费关注就可以啊，参与福袋的话，中奖的话就可以直接带走200现金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福袋发出。